盘旋在山谷之间的这条公路叫滇缅公路，今天看起来平静的有些寂寞。如果不是特殊情况，现在的司机不会放着高速公路不走，选择这条颠簸危险的道路。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在1937年12月开始的9个月时间里，在60多年前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的条件下，这条公路完全是用人手修建的。20万云南人民用血肉建成了这条公路。为什么要修筑这条滇缅公路？那还要从1937年8月13号开始的淞沪会战说起。淞沪会战，中国军民浴血苦战，前后共历时3个月，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当时日本的综合国力强，人口少，而中国综合国力相对很弱，但是人口众多。日本想与中国快速决战，而中国恰恰相反。1938年10月，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暂时停止了正面进攻，转而封锁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同年年底，日本侵占了广东、海南岛，企图摧毁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国防工业，堵死国际上援助中国的海上通道，使孤立无援的中国一步步灭亡。战争就这样围绕着封锁和反封锁进行着。1937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向蒋介石提出建设滇缅公路的计划，计划将修筑从昆明出发，经云南西部到达缅甸北部腊戌，最后直达印度洋的公路，在相对安全的缅甸仰光港上岸，然后通过铁路和公路往西南的大后方运输世界各国给中国的战略物资。1938年8月，滇缅公路仅建设9个月后就正式通车使用。由于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了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公路上跑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卡车。在以后的3个月中，滇缅公路总共抢运了约50吨的军用物资、15000辆汽车以及其他无法计算的各类物资，成为了当时中国坚持抗战的生命线。自从滇缅公路开通后，日军就一直企图截断这条抗战的生命线。日军派出大量飞机，不分昼夜的轮番密集轰炸滇缅公路。到了1942年1月，援华物资的运输数量急剧减少。同年1月，日军攻入长沙，长沙会战开始。第9战区炮兵第1旅在岳麓山阵地用炮火压制敌人，炮战打到最激烈的时候，炮弹打光了。第9战区司令官长官部急电重庆，要求运输弹药，可军令部的回答是：炮弹尚在仰光待运。这让我们想起在抗日战争中一次次中国军队集体壮烈殉国，一次次的原因都是因为弹尽粮绝。肉搏战的时候，中国的士兵手里拿着空膛的枪，甚至抡着大刀，迎着日军的机枪向前冲锋，后来在城墙上甚至抱起石头向下砸。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说，如果滇缅公路被切断，当时中国国内的战略物资仅能维持3个月。战略通道啊，对赢得战争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发展战略投送能力，才能适应作战空间拓展的需要。所以在抗战时期啊，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在战争中啊，它急需的物资，尤其是飞机、舰艇、坦克以及各种重武器都需要进口。正是看到中国的致命弱点，所以日军把切断中国的国际通道啊，当做了一个战略重点，妄图通过封锁啊，来迫使中国政府的屈服。1941年9月，英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1942年12月，日军先头部队入侵缅甸，直接威胁仰光和滇缅公路。鉴于缅甸日益紧张，12月下旬，
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中英美军事联合会议，会议最后蒋介石决定，鉴于亚洲战争局势日益紧张，我国作出决定，不日将出兵缅甸与日寇决战。1942年的除夕，十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但最终因作战失利而失去了滇缅公路通道的控制权。在四月和1942年5月，日本占领缅甸，有效地切断了滇缅公路。那么为了保持国民党政府所要求的战略物资不间断的供应啊，美国还有其他的盟国领导人就同意进行一个持续的空中补给工作，由当时的美军陆军航空队来负责。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航道，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省，航线全长500英里，地势海拔均在4500到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在1942年7月，美国陆军航空队一个新的航空运输司令部成立，由威廉姆·特纳上校指挥，组织空运和提供后勤支持，大多数人员和设备来自美国陆军航空队，也有英国和印度的英联邦部队、缅甸劳工团伙和中国国民航空空运科。为切断这条航道，日军专门派遣战斗机进行拦截，使航线被迫北移。尽管如此，驼峰航线仍然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空中运输通道，也是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的空运。驼峰航线途经高山雪峰、峡谷冰川和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加之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在长达3年的艰苦飞行中，中国航空公司共飞行了8万架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100架，双方总共参加人数有84000多人，共运送了85万吨的战略物资，战斗人员33477人。单是美军一个拥有629架运输机的第10航空联队，就损失了563架飞机。而总共在这条航线上，美军共损失飞机1500架以上，牺牲优秀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超过80%。而前前后后总共拥有100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竟然先后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损失率超过50%。中美两国的飞行员们用血肉之躯架设了空中战争生命线，对支持中国抗战、对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牺牲于驼峰航线的先烈将永远活在中美人民的心中，驼峰航线也架起了中美人民之间一架友谊的桥梁。中国抗战多次重大战役都围绕着交通生命线的争夺，交通线的争夺往往影响战争进程，只有具备有效的战场保通能力，才能掌握作战行动的主动权。在日军全力破坏国军抗战生命线的同时，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避敌锋芒，正广泛开展破袭战，破坏和阻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开辟了令日军胆战心惊的敌后交通战场。